哦，这一板扫在界内，直接轻轻松松的就把第一个破发点给拿了下来。第一局啊，这个干净利落，只花了2分钟就完成了破发。 好球啊！这一球扫下来之后就打在线边了，就让熊熊虽然说赶到，可是因为最后的弹跳，他真的也很难掌握。哇！好球！一个反拍啊，切的精彩，让现场球迷真的是给地主球员熊熊热烈的掌声。 好球，轻松写意啊！又是连续的制胜分，很快的在自己发球区来到30-0。哇，外角的 ace， 今天的第一个 ace， 40-15。 哇，漂亮！这一记正拍的对角线inside out，让双双两个局点都拿不下来。好像现在来到了 deuce， 也是教科书等级的攻击球示范。哦呦，哇！这一次双双已经用出全部的招数来守这一分啊，但是还是不敌徐方泰的最后一个穿越。这一球有救到已经不容易，而且还就近，但没有想到 Shvedek 后退之后很冷静啊。 好球，这一球再打了重复路线回来之后啊，熊熊本来要打的，可是真的还是慢了一步，退来不及。哇，漂亮！这双双已经尽力了，在底线尽可能的去救球了，可是回过去的球其实都还是太高了，让 Shvedek 的防守不会太困难，再往前的截击，顺利再拿下这一分，直接回破来扳平比数。 这球回在线内真的是回的够深了，而且非常快，也因此啊，双双这个发球局还是保不住。哇！阿莫碰到了，直接打在了中场的身上，让许方队顺利爆发之后，现在第二盘带着2-1领先进入暂停。 这是第二盘里面的双双的第一个 winner。哇，就是一个精彩好球，这样的穿越掉之后，让自己现在30-15，取得领先。哇，漂亮！ 这一球把人带到了场外之后啊 ，Shvedek 往前截击，顺利的拿下这一分。这一局顺利的一个 Lofton 保住之后呢，目前在场上的比数来到了5-2。
好，漂亮的连拿三分之后0-40，爽爽的发球局面临了三个破发点，同时也是 Swiatek 的三个赛末点。哇，漂亮，没有问题。结果这边呢是一个 love game 的破发，也让他顺利的在拿下了这一局之后拿下第二盘。中场啊，看到 Swiatek 就是以6-1跟6-2只有两盘赢球，也顺利的取得晋级到第二轮的门票啊，仅仅只花了一个小时又一分钟就获得了比赛胜利啊。今天这场比赛应该 Swiatek 果然展现出了球后的风范，而且今年在红土赛季呢，他的成绩非常好，也连带的呢，看到来到了法网的第一轮呢，也真的是打得轻松惬意啊。碰上从户外赛一路晋级上来的 Zhang Zhang， 虽然在第二盘呢，他的失误稍微多了一些，不过仍然能够在制胜球的部分呢，来弥补他失误过多的一个情况。Zhang Zhang 真的是已经尽了全力啊。那在地主观众的加油声浪当中呢，他打出了几颗的精彩好球啊，不过很可惜，毕竟啊，这个对方是球后，而且实力呢处在一个现在的一个巅峰期啊，所以也让双双打得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啊。